抬着竹子担架踩在泥泞当中。这起矿灾就发生在缅甸北部的克钦巴，大雨造成土石松动，结果发生了悲剧。目击者表示，当时整个山坡有好几百人，结果就在一分钟之内，所有人都不见了。而根据了解，搜救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。至于国内的。